Hello， 大家好，最近有粉丝给我发了一个这样的视频，问我是怎么制作出来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视频的音乐部分是用 AI 音乐生成工具 Sono 来实现的，效果不得不说还是很不错的。 Sono 正在建设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创作音乐的时代，打破创作歌曲的障碍，不需要任何专业工具即可将想法实现为音乐。 Sono 的前身是 Bark 和 Chirp， 最早在 Discord 上测试，一开始只能生成三四十秒的音乐，而现在最新版的 Sono V3 已经可以生成两分钟的音乐了，不仅品质更好，风格更丰富，还支持多种语言。来到 Sono 的官网，在 Home 页面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拥有大量的播放和点赞量，我们可以在这里寻找灵感和提示词参考。 Create 页面就是我们创作歌曲时的操作页面，稍后我会详细的讲到每个功能的使用。下方的 Library 是作品库， Sono 初始提供500点积分，然后每天提供50点积分，每首歌消耗5个积分。免费版创作出的歌曲不得用于商业用途，需标明是由 Sono 制作。 Sono 的订阅计划最低是$8每月，任何一个付费版本都可以用于商业用途。来到 Create 页面，默认是最简单的文声音乐，在这里输入提示词即可生成歌曲，而输入语言决定了音乐的语种，比如输入中文就会生成中文歌曲，输入英文就会生成英文歌曲。我输入一段由吉他和钢琴演奏的背景音乐，安静的人声，中等节奏，安静的氛围，点击 Create 即可看到正在生成。点击歌曲试听，右侧可以看到自动生成的歌词。在那乡间小路上行走着，风吹过稻田的耳语听得见，心情像流水般宁静自在。我觉得效果还行，但没有达到让人惊艳的程度。再来听听第二首。在那乡间小路上行走着，风吹过稻田的雨雨听得见，心情像流水般。不错，我觉得比第一首好。然后点击 Instrumental， 我们来试一下只生成音乐不生成人声的效果。现在两首歌都生成好了，我们来听一下。确实没有人声，哪怕我的提示词中写了人声的描述，也只生成了音乐。这里我觉得处理得很好，第二首我觉得还不错。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进阶用法 Custom Mode 用户自定义模式。打开功能面板后，我们在这里可以输入歌词，注意这里不是描述性的词了，是我们自己填的词，或者也可以点击下方的 Make Random Lyrics 随机生成歌词。歌词我们可以借助 ChatGPT 生成，比如我这里让 ChatGPT 帮我写一首节奏轻快的 Hip Hop 中文歌词，句子结构工整，每行的结尾不要标点符号。歌词灵感来源于 AI 不会替代人类，但会用 AI 的人会替代不会用 AI 的人，然后很快就写好了，并且还做了分段说明，这点就很好。至于每行的结尾为什么不要标点符号，因为标点符号会影响 AI 的处理，影响结果，这点在官方的文档里有说明，也建议大家全文阅读官方文档。下方的 Style of Music 音乐风格，这里我们可以输入歌曲风格，也可以点击下方的 Use Random Style 使用自动风格，系统会帮我们自动选取风格。对音乐风格不了解的小伙伴呢，这里有一份对照表，我们可以来对照选择，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简介区。下方的 title 标题就是歌曲的名字，方便我们观看和查找，这不是必填项，不填的话会使用歌词第一行。好了，我们来听听这首嘻哈唱的怎么样。引领潮流风潮带动，不会有 A 的人被时代抛弃，用智慧创新超越极限的辉煌未来。 AI 不法替代人类的情感火花，感动
人能超越极限大，掌握 AI 引领潮流的风潮海，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未来路。 AI 不替代人类的光芒。第二首的感觉更好，让 GPT 把歌词翻译成英文再试试。But those who embrace it, they're in control. In this fast-paced world, we gotta stay ahead. Unlock the AI can replace the human soul. But those who embrace it, they're in control. In this fast-paced world, we gotta stay ahead. Unlock the power, use AI as a thread. AI won't replace our human spark. But those who wield it, they'll leave their mark. Step up.感觉英文的效果比中文好一些，第二首还不错，试试看摇滚风格。摇滚的效果很不错哦。关于歌词，我们可以使用方括号标注不同部分，比如 verse 一、章节一、chorus 副歌、bridge 过渡等，可以使用小括号来标注附加的音乐元素，如 ad libs 即兴演唱、vocal doubling 叠唱等。也可以在歌词中增加语气词，比如啊、呀、嘿等来增加旋律。Sano 对语气词的处理还是很不错的。在每首歌的后面有三个小点，点击后可以看到一些其他功能，比如 reuse prompt 再次使用提示词生成。Extend 扩展歌曲， Rename 重命名等等。下方可以下载音频或视频，视频会带有歌词和封面。我们也可以使用 Stable Diffusion 或者 Mid Journey 为歌曲添加图片，或者使用 PK 或者 Gen 2来生成动态图片，进而组合成一首包含画面和歌曲的 MV。 AI 生成的歌曲有什么用呢？我觉得有三种比较实际的赚钱方法。想挣钱是吧？还有一款，一是将歌曲发布到 SpotifyApple Music 等平台获得创作者分成，二是在 YouTube、Bilibili 等平台获得创作者收益，比如这种陪伴型的频道，简单的图片加上好听的歌曲，作为工作、学习、睡觉时的背景音乐，只要有播放就可以获得收益。三是做这种助眠直播，只要有用户打赏就有收入，还可以积攒粉丝。 Sano 的效果不错，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每次生成的人声不统一，我们没有办法打造一个音色统一的歌手，比如我们没有办法对歌曲进行微调，比如 AI 对人类情感的理解和更细腻的表达等。当然 Sano 也还在进化，目前团队在开发 V4 版本中，我们也期待 Sono V4 的表现。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观看，你的关注和点赞就是我继续更新的动力。